第45、45提到四十四题是题组，蓝鸭正在三楼阳台上，将一个棒球朝斜上方丢出去，最后球落在一楼花圃地面上，如右图所示。图中的曲线代表棒球飞行的轨迹，甲点为球离开手后瞬的瞬间，乙点为球到达最高点时，丙点为球落地的瞬间。全程不计空气阻力，回答45到47题。45题是问：棒球在甲、乙、丙三点的加速大小顺序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球棒球一旦出手之后，手就不再对它施力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手没有对我们的棒球任何的施力，那么他们球就只有受到所谓的重力，所以他们都是有所谓的重力加速度，所以在甲、乙、丙三个点，他们都受到重力，他们有的加速都是所谓的重力加速度，那么都是一样的。所以第45题问我们说，在甲、乙、丙的三个较大的顺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等于乙等于丙。